人手上都有一些带有什么抗病直播芯片，我们今天就实测给你看，我们跟别人差别在哪里，什么叫对的频率，什么叫足够的强度。我想很多人有测过这所谓的 VK 测试、贝利测试哈。好，看过很多这样子的测试了，电视上有测，我都觉得那是传统。那我就是特别要来上来挑战踢馆。用你最大的量撑九十度，好，好。那我用同样的力量，好，我下压。Round one， 下压，好，用力。Round two， 真的假的？用力！真的假的？你他现在应该是最没有力量的时候，对不对？ Round three， 来，五根手指头，用力。我是强化我自己的讯号传递，本来你100公斤，我因为干扰了我剩下50公斤，我是让我的讯号传递更强，变成是110公斤。 Cuber 微波二量子科技 Cuber